有两个老球迷在家看棒球。准备打！老王，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再看棒球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您说天堂有没有棒球赛啊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这样吧，如果我们之中有人先走了，一定要回来告诉另一个人天堂有没有棒球赛。嗯，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哎，又打了，又打了，准备打，准备打，准备打！老张，老张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天堂果然有棒球赛呀，我还是捕手的。哦，那太好了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你是下一场的主投。啊。